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na， 因为我之前呢吃 Lift Call 我就是第一日是很眼瞓，之后就瞓咗十几粒钟啦，跟住第三日就反弹，太精神了，精神到夜晚瞓唔到，诶，你仲有呢度嘅颈度系咪起一粒嗰啲 detox 就系排晒出嚟咯，即系讲嗰毒素都系排出嚟啊，因为我肝不嬲都我 GGT 系百几嘅。And then 我嗰日再去驗咧，有 GGT 都係保持咁上下，但係好多都會都會跌咗。And then 咧係咪之前嗰啲斑咧都係淺咗啦，皮膚都係 OK。之後就係去嗰個 pub 嗰度啊，你知噶啦，我一時好懶下，冇搽到防曬啊，打不防曬就有氣氛，但係依家都淺咗，淺翻咗。你一日食幾粒？我一日食兩粒，我食飽咗幾個字之後，我就食佢兩粒。